一招考验你的协调能力，看看你自己够不够协调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武术协调性的基本功。好，来跟着我一起学习。不过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记住两个字，一个是开，一个是合。好，来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，稍微慢一点，不要着急，把这个开合劲啊，我们使出来。首先左脚往后背，把整个身体啊打开，身体打开，向前踢的时候合住，合。好，换另外一个脚，走，开，打开啊，慢一点，不要着急，合，走，开，合的时候有一个小跳，开，背腿，合的时候踢。好，开，合，开，合，慢慢慢慢的再开始啊，加速。好，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发现是把我们整个身体啊完全的调动起来了。我们在武术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发劲如放箭，蓄势如张弓，这就是开合劲的一种状态。